幸福花园前临屯门青山湾畔，不少向西南的单位都享有海景，其中以前排第五至七座的景观最佳，视野广阔开扬，更可以远眺离岛景色。另外第一和第二座向东的单位可以饱览翠绿山景。屋苑的另一优势就是位处轻铁三圣站上盖，三站到市中心，四站到西铁屯门站，同时地下为公共运输交汇处，提供巴士、小巴、居民巴士和港铁巴士等不同路线。幸福花园建有七座，提供超过1500伙，间隔分为两房和三房，部分三房采用套房设计，单位实用面积介乎400多至600多平方尺，厅房间隔分明，房间市正实用，尺价实惠，上车或者换楼都合适。物业致设住客会所，设施多元化，邻近仲有少伦运动场、政府综合大楼、行贵街足球和篮球场，行去青山湾泳滩都不用10分钟，运动或者消遣都有好选择。屋苑设有小型商场，提供超市、餐厅、生活用品店等。毗邻的三圣村不止食肆和民生店铺众多，还有海鲜市场提供3万海鲜，可以大饱口福。